哇，今天最早哦，今天。准时收看深夜安安。早哦，今天十点就没到。可口可乐。不要再给分，是一百高了。同行是吧？不是啦。没有，因为我标题写嘛，欢迎同行进来。欢迎同行进来。我要再想今天会不会有那种直播台的台主啊进来？之前有几个位进来？应该很少了，有一个卖那个什么电子产品的啊。车间。那个枪到了啊，文森利。都走。今天已经安排发货了喽。Yes， 还没有收到了，你们等一下，因为我们的包货的那个包货员他们已经是尽快的去包完货，然后再尽快送到你们的家，让你们享受一下我们送你那个140瓦的枪头啊，很劲啊，会转的。看一下还有谁？小姨晚上好。老板安排听电话。翻工了哦，我们的客服。哦，维生你是要下单对吗？你是下单那个我的姐啊？那下单那个我的姐是吗？哦，他是还没有。客服翻工了咯，要等明天了咯。等明天。要等明天了咯。现在没有客服上班了哦，要等明天了。哦，你是讲要补发那个枪头给你是吗？枪头今天到货了，今天已经在发货出去了。对，已经过去，快快的包出去给你们了，路李胜利，你收到吗？有。好的，谢谢你，不用客气啊。今天已经到了的。还有没有直播组进来？进来的话，敢敢承认 promo 一下嘛，对不对？是啦，这个时候出来的话，好谁哦？哇，那个。哎，有名哦。苏玲，晚上好。晚上好。小姨跟你讲，开锅妹好。晚上好啊，小姨。来刷爱心上来啊！你们的左右下角有爱心，把爱心啊，左下角有爱心。金马，对，我们在金马很痴情的啦，我们。空空，晚上好。我会呛鼻了没？这里啊，别忘记。没有来哦，姐姐。我。这检查哈，差点保护啊。三枚啊。啊，苏正不会忘记的，每个人他都会发的，不会忘记的。放心，我们都有做 recorder。都有 recorder， 不会忘记的。有做记录的啦。对，有签那种枪的，全部都有做 recorder。全部都有做 recorder 啊。有贡献没？没有啊。又食好料，可不可？是茶就好料吗？可口可乐，美味可口。这个地方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哦，金马。Golden Horse。找到什么问题了没？不用找问题了，报纸已经帮我们找那个问题了。
已经登出来了吗？啊，不，你们那天所讲的全部问题呢，我们全部都试过了，欢心卡试过啦，欢心电话啦，欢心电话试过啦，晚上直播啦，晚上直播啦，全部试过了，全部试过了啊！这次是应该是那个 Android 的 system 的问题。阿威哥，我跟你讲，晚上好，那枪的我可以自取吗？可以，可以自取，但是就是拿货而已啦，不可以临时间。姐姐没有来，姐姐没有来啊。他刚关播而已啊。对，刚刚关播罢了，他这几天都会在家开直播，都会在家开直播，因为将来讲我们就是我们的 office， 就是我们 online game 那边，他限制我们只可以十个人上班，所以我们开始有换。所以接下来的 FM 你会看到我跟 OK 姐罢了。对，我跟 OK 姐啊，对，通常几天？通常西马三到五天，东马七到十天左右。工作日啊？去查现在多少钱？这边是六毛。工作日啊，光头好多了吗？都在家休息调养，好事来了。哦，至少累将久啊，生一个大病啊，可以好好休息也是好事来了。开那个 turbo 开太久了。对，开太久了，因为基本上我们从去年开始 pick up 到现在啊，真正到新年我们也没有休息了。生病也是一个好事来了。身体有点消耗不了。我们习惯了的，他每一年都会生一个大病啊。去年他也是休息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对啊。去年也是整三个礼拜哦，差不多接近一个月。还有一个，明天有按摩枪直播吗？没有。我都还没有排时间表出来，所以你问我有没有，我还不知道，因为我那个 cake 还没有来，我要关播了我才会写时间表给他们，让他们明天开我们直播。好料未上桌啊，这样咁样你冇期待咗啦，通哥，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叫东西吃，OK， 今晚只有两位，不是今晚而已啊，接下来几天都是我们两个人，然后因为光头生病。OK， 姐姐呢？要在家多陪一点妞妞。OK， 你们刚才都看到妞妞心情不好了，所以要在家多陪一点她。对。OK， 多陪一点她。啾啾酷，你每天进来讲这句话，你不显了没 ？OK， 姐越来越美，哎，谢谢 okay, 谢。啊，美就追啦，追到就追到咯，追不到就算咯。OK， 了解。Hello， 德明枪。对，香槟。OK， 德明枪。啊。今晚并不孤单。对。如果你们是什么的，我试过了吧？那是你们自己讲说深夜 FM 啊，不要再看到我了。后来我不是有三集我没有来啊？对呀、啊。啊，三集我没有来。今天还是去这浪岛度假吗？还不知道哦，都还没有讲。现在这样的情况，那里有想去度假的东西啊？哪里有定啊？现在没有去想度假的东西啦，都还早，才三月罢了。三月罢了，等那个病情好一点啊，现在每天千多单，要怎样去度假我都不懂哦。Company trip 我们都还没有想。心不安啊。心不安，我们通常 Company trip 都是在年尾的啦，在年尾的。年中到年尾这样哦。上天让你们休息几天？没有啦，即使公司只可以十个人上班，我们也是要做工啊，只是 work at home 罢了。Work from home 罢了。OK， 然后我们的主播就尽量在家里开直播咯。对。今天一直断线没有下到单，我还可以买花洒吗？可以 inbox 下单。inbox 下单。其实虎牙的不是断一次线吗？喂。啊，断一次线。虎牙断一次线，早上都基本。你是断一次啊？对，都会断线，而且没有跟电话是没有关系。没关系。跟电话没有关系，他要想给你断就是想给你断。不是不用做，在家里做。在家做，他暂时限制我们。哦，好一点了，不过可能不限制，没有办法啊，因为我们面交每次很多人，然后应该是给人家举报啊，眼红，给人眼红啊，然后给人家举报啊，就这样哦。对，那么包括有面交啊，有粉丝问到我们可不可以进店啊，看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一段时间必须要啊，很严格的去遵守这个 SOP，、哦、不然那个沙曼很大哦，五万块。你那一万你给你又不爽啊，你明明要拿来拿买那个便宜的优惠价。是啦，因为我们也是觉得很可惜的，店装修了美美了的，然后又不可以给你们进来，然后因为是红够 cup 的，很够 cup 的，所以我们就安排这样，然后整个店也不可以这样多人做工，所以我们有 shift 啊，就说早上的 shift 几个人好了过后，剩下的就是在家里做工这样。轮班啊，好像客服啊这些啊，他们在家里咯，他们就把电脑带回家咯，在家里回复咯。
在家里回复没有办法，我们避免不到啊，没有办法跟他玩 ，OK， 因为太够力了 ，OK， 不是不用做。而且我发现哦，他们会派人啊，时不时这样子兜一兜，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跟上 SOP。因为他们时不时会派人过来转过来我们店面，转一下，停一下，看看啊，有没有遵守 SOP 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啊，玩玩啊。对，有没有遵守啊？所以之前有一些顾客来的啊，一直讲我们不给进不给进啊，现在明白了咯。OK， 不是我们不给门禁，我们给门禁了，不过现在连进都不用进了，现在连头都不带有吧，现在连门口都不能进了，没有办法，因为已经勒令我们了，勒令我们了，现在连门口我们都不可以进，你必须要在那个线条外面。对 OK， 你们那边病情很严重吗？雪兰的一直以来都很严重啊。 OK， 丢 Kelo， 你们混那里的，我是华英混血儿，他是华泰混血儿，华泰混他是华泰混血儿。 OK，雪兰的一直以来都很严重啦，没有讲不严重了啦。而且最近抓到比较够力一点啦，你看没有戴口罩那种也是吗？上年 work from home， 下年 sleep at home， 哦，这样你放心啊，这样我们的那几个客服哎，还是很尽责的，是很尽责的。哦，虽然我们这里很多人是 work from home 哎，但是全部都很尽责，都有在做好自己的工作。对，都有在完成每天的工作了。OK。来，小心比较好。对，所以没有办法咯，暂时只能这样先咯。对，为了大家好啊。为了大家好啊。OK。关店没有啊？店这样开不了吗？你可以来面交。啊，只是不能这样多人在店里面做工不了吗？啊。不能这样多人不了吗 ？OK。加油，小事不了啦，还是能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做网卖的。对。OK，I went there yesterday, cannot enter. Yeah, now.Now you need to stand behind the line and then you tell us what you need, we take for you. Yeah, and then you pay and then you take the phone and then you go. 对，来现在现在警察没有穿，对，现在都是应该讲 CID 啊，他来啊，政府人来你也不知道是政府人、啊。因为他们是穿蝙蝠。他们是穿蝙蝠的，他们会先一个过来看先。伪装成经过路人甲。对，他伪装一个先过来看先，搞了先，然后才真正的过来的。对。OK， 小心啊，推会熊对民营做熊。是啊是啊，现在都是这样，所以现在我们直接干脆就是说，他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就是问到清清楚楚，整间店可以几个人做工 ？OK， 他讲十个，这样我们就 follow 他咯，就十个咯，就十个人做工哦。就是这样做咯，因为你也不可能跟他坏啦，等一下拍照啊，你没有谁要跟你封建三个月两班、啊、可能有些人会讲说，哎呀你们那边四层楼，你们楼上放多一点，没有人懂啊。哦，我就跟你讲，他会找人来拍照。对 OK， 他们玩拍照，对，就可以都讲到。对，所以我们他会躲在一个角落拍，是哦，所以我们宁愿就是什么，好像我们的剪接师摄影师也直接 work from home， 在家里自己拍，哦，在家里自己拍，在家里自己剪，然后客服就在家里，就是说一些人在家里的我们尽量就放家里了，除了门市罢了啦，因为门市没有办法嘛，门市啊，我们需要在店面，所以门市的我们会优先保留咯，然后我们主播也是咯，好像这姐，像这姐就是在家咯，嗯，在家开，这姐就是在家开咯，哦，这姐就是在家开咯，然后我就比较随意咯，我也是随意啊，我跟他两个就随意咯，我们就很像一个水一样，对，然后 FM 呢决定就是暂时我跟他先咯，你们天天都会看到我们两个先啊？对，暂时就是我跟他先哦。对，几时可以做 drive to 啊？ drive to 不能，我们之前有想过要做 drive to 的。因为我们那个路的关系。那个路的关系，如果不够位置啊？因为我们旁边啊是修车厂啊。修车厂啊，会顶到人家。如果我们做代付的话啦，我跟你讲，很快给修车厂的人骂到我们办事。排长龙排到 TKC 那边，排到 TKC 那边就够力了，所以不能做代付。而且目前我们限制十个人上班啊，对，交部门没有这样多人手去做这个代付。啊，华人有钱嘛，尽量就是讲不要提这种敏感话题、种族性的话题啦，就 OK 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太把这种敏感性的话题啊，而且。跟他放大器啊，变成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其实很多人是不懂，就是说可能你们会觉得就是说，哎，为什么每次中沙曼啊都是华人啊。 OK， 其实原理很简单的，我跟你们分享一点东西，这东西你就明白，因为你们没有去马来吹水站。对，我是有在一个马来 base 里面叫做香港格力的，好，那个香港格力是人数是很多的，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算是一个群组，因为我有在几个马来群组。因为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东西啊 ，OK 咯，我这里跟你分享一下。你 Facebook 你有马来的朋友多吗？你没有吗？你 Facebook 你有在马来群组吗？没有吗？因为为什么你们的圈子是在华人的圈子？你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华语那晚，
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哦，你就一直看到，哎，是我们华人中沙曼，华人中沙曼，华人中沙曼啊，因为你没有去关注。如果你有去香港格里那边看啊，我跟你讲，你会发现到啊，因为他们那边有翻沙曼出来的嘛，你会发现到啊，他们那边种的人啊比我们多，他们那边种的人比我们多 ，OK， 真的种的人比我们多，就是说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井底之蛙，不要用自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就来成为，就是说是一个对的东西，因为其实很重要的一点东西是因为你没有看完，就比如一粒球这个东西很老土了的，就是那粒球你只看到正面，它后面你没有看到。啊，后面你们看到凡事有两面，对，因为我们有在马来群里面，然后我甚至有在英文群里面，我有看在很多群里面 ，OK， 我相信这里所有在香港隔离的就懂了的，真的，我跟你讲，马来人种的比华人多，不是开玩笑的 ，OK，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不是真的只是开给我们华人，因为你刚好你是在华人的群里面，你看到的一直都是华人，然后只要有一个人啊，我们讲说，其实那个三波那个人啊才是最该死的，他煽动那个才是最该死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让我们自己也跟着煽动的那个，我们华人有钱啊，每次中华人啊，不要成为煽动的那一个，不要成为煽动的那一个，因为就是因为这种煽动的东西，而且讲真的啦，坦白来讲一句话啊，不是说针对还是什么啊，最厉害煽动这些啊，带风啊，最现在散播这些假谣言啊，就是一些不逻辑的东西啊，哇塞，给我散发出来的啊，追三修正这些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啊，永远都是我们华人，永远都是我们的华人做的，有没有发现到，永远都是我们华人做这样的东西出来的，就是说散播假消息啊，这些啊永远都是我们华人做的，然后可以的把比较小的事情啊夸张修辞手法夸大掉，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说其实好像上一次那个厨师的事情就好了，你看明明没有的东西无中生有了、哎、然后差一点啊，这个事情就要搞到好像人家也会觉得哇，警察哇这样的够力哦，人家只是厨师坐在外面抽烟，然后抽一下子烟，口罩拿下来抽一支烟就坐沙曼啊，然后每个人就散发这个消息出来，跟着鸟啊，警察打不了八盖啦，马来西亚警察只会吃钱罢了啊，这些啊那些啊这种东西这样啊，结果到最后才发现到原来是什么事情，原来就是为了不要给他妈妈钱，为了不要给医疗费，然后才来讲中沙曼，所以讲真的落水吗？哇，够落水哦，我跟你讲 ，OK， 我们是不会落水啦，但是那个真的是很落水，搞到连议员都出来，结果到最后警察出来讲说，哎，我没有开到沙曼给你啊，咦，怎么有人讲我开沙曼呢？对吧？赞成的朋友你们刷爱心上来，对吧 ？OK， 来，然后我们一起说跟上几个是，对，哦对。好，第五 ，OK， 晚上好。All are subject to law, nobody above the law. Understand? 对，也对不 ？No racist. 对，所以不要拿种族议题来讲这东西，因为你看到的只是你的角度，你看到的只是你在这个群里面。马来西亚有3000多万人口，还有很多群你没有在里面。OK， 所以你看不到，这样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散播，包括就是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些，我们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些，如果我们爸爸妈妈有，因为通常都会很多老人家看到啊就分享，他会感将，他没有去想这样多，他就会分享，所以而且他们也不懂怎样分辨是真正的那一个新闻跟散发假消息，所以我很庆幸一样东西哦，还好我爸爸没有玩 Facebook。因为我爸爸也是属于很敢囧的人来的，很敢囧的人来的。我也是给我看了 ，OK 吗？看了电话，你看这个够力哦。对，所以真的是这样够力哦。我们要去教育一下哦，要跟他们教育一下。所以我很庆幸我爸爸哦不迷这种 social media， 因为我爸爸本身的人他就一点点他就会很精神大条那种。我在想，如果他会 social media 购物力啊，他整个背下不知道分享不知道几多东西啊。你可能是因为他们那个之前那个年代的关系，是吗？啊，所以我们这些后辈就要去教他们哦，怎样去面对咯。网络消息的确现在因为有网络，我们可以很快的得到消息。也是因为现在有网络 ，OK， 导致到很多假消息。哦，假消息只能讲说自己去判断先，有些东西。不要视野分享，不视野分享，先分辨到底是不是真的，真的还是假的啊？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嘞！啊，所以你看那天那个厨师的事情，极夸张嘞，他的分享。
喜欢，你看一个人去分享，他的全部 group 的人就分享分享啊，到最后那天我看的时候8000多个分享，8000多个分享全部哦，然后下面的评论啊，清一色全部在那边鸟警察，全部在那边啊，哇，一看到这样的标题啊，来了。他们要兴合合了啊，兴合合没有啊？夸张收视率，有的鸟啊，还不趁机鸟，踩多你两脚啊！拉准有，拉准有 ，boom boom 去到完了、啊，结果第二天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那一般人全部不见到完去了，全部不见到完去了。我跟你讲，连出来讲话都不敢讲话了。OK， 很好笑啊。OK， 来九月来，谢谢你的来啊，潘舅晚上好啊。哎，来来来，对，晚上的分享的新闻不可信，要去看一些主要媒体啦。也不能讲是晚上还是早上啊，中午啊。没有，他讲晚上。啊、晚上哦，晚。你怎么了？我没有，我有点累了。对，太方便了，太方便也是不好。因为现在啊，你现在什么都不缺嘛，对不对？消息资料更不用讲了，搜一搜就有。啊。但是自己要去看啊，怎样？拿到正确的那一个渠道。灿 KY 什么合作性质啊？你可以 PM Inbox Messenger 我们 Messenger 我们把你想要合作的东西 OK 合作的东西 send 给我们 Today OK 没说 Pretty Anybody 有说 Pretty 啦。我老喂 Today 有力啊。中国报新中日报新闻，哎，新中日中国报的12点的新闻你们有去看吗？有没有加入很出名的我那个小编啊，每天半夜12点啊出来的新闻你们有去看吗？我都没对那种粉丝就出来顿顿粉。我觉得现在中国报啊最好看的新闻就是每天半夜十二点的新闻。可是我发现他很多报道啊，啊，都是有让人家误会深深的标题。好的，因为我也是做直播的，直播人加油，现在直播不好做。对 ，OK， 现在直播真的不好做啊，很庆幸今天我们复活了。其实报纸新闻有时也是不准的，是啊，对呀、啊，包括那个厨师的事情，中国报不是也先播出来了没？真的，因为现在报纸他们哦，很快他们也是从网上那边收到了那个消息，立刻马上就登出来那一个文章。现在的新闻很多是，我跟你讲啊，连头发一个生气刘海都可以报新闻了啊。什么刘海啊？生气刘海啊！上次有一个人剪刘海的。啊，剪刀给破坏掉了啊！啊哈，上中国报的新闻啊，然后过后第二天那个理发店的老板就帮他做回头发吧，剪短掉，然后再送他1年的 treatment， 然后不用紧张嘛，就是因为这件事哦，他借了很多业配，啊，他借了很多业配很多，他这样子都上报纸啊？上报纸啊，生气刘海吗？生气刘海，生气刘海吗 ？OK。哦，这样赚钱了咯，人家看到吗？哦，他因为这个不开心，我生气气，剪到这样的刘海，我生气气了。值得啦喂，值得了啊！业配都不知道多少钱了，收不停。哦，他讲啊，自己讲啊，有那种洗发水的走哈、啊，粉底色那啦 ，treatment 啦，嘎乐啦。对啊，那个女的爆红啊，所以就是讲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他就真的是因为一个头发爆红。啊，所以马来西亚遍地都是黄金啊！我跟你们讲，看你要不要剪、啊，一不小心就砸到钱了的，我跟你讲，活死了的啦，活死了咯啊，活死了咯！所以得空没有事情做，不要去分享假新闻，分享自己的东西啦，分享自己的东西啦。比如说今天大便大不出，放在 Facebook 啊，我今天大便大不出，我今天大便终于大得出了，但是是黑色的啊，那一不小心那种排毒的哦，那种卖肚子痛的药员找你，然后你吃了大便顺了，你拍一张你捞晒很顺的照片，你又有业配啊，你又有业配、啊对啊 ，OK， 得空无聊穿一条内裤跑步这样，然后佳叫你朋友帮你 PO 上去，讲这个笑哎，然后背后谁啊 ，Body Group 啊 ，Bandini 那些的内裤啊 ，Lenoma 找你们 ，Victoria Secret 啊 ，Victoria Secret 这些找你们打广告，对，我有想过了，早一天哦，领子裤，早一天哦，穿着底裤我去连沙巴西地那边跑步，跑了给人家拍上去 PO 上网，对。Okay, 好色哦，可能底裤那些底裤的厂家就找我做代言了，有的想处处是商机啊，处处是商机啊，看你怎样去想啊。OK， 真的对啊，灿 KY 讲真的，现在直播竞争大了，很多竞争大了，再加上很多限制啊，越来越多限制啊，比如说在直播上面啊 ，Facebook 也有限制，很多东西不可以再像以前这样。很公开这样的情况，早几年的直播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对对，而且包括你不小心在直播里面，你有讲一些比较粗鲁的东西啊，他就 sense 到了。对，他 sense 到了啊，他就会导致到会重惩罚、重黄标这些，还是有放有版权的歌啊，他就现在很多事情啦，而且很多事情，所以要
要去看，就是说直播，大家加油啦，只能讲说加油，一起分享经验一下 ，OK， 资源整合一下，大家能合作一起合作咯，对，对不对？能合作一起合作这样啊。哎 ，Hello， 糖糖，来，下次去理发店剪头发，不小心给理发师剪不大，明天肯定大红大紫。是哦，明天我去剪头发，然后我讲讲跟他讲，我是要博大的，我要博大的。然后哦，你在旁边哦，讲讲拍我睡觉，然后睡醒了我头发被剪博大了，然后我就拍一张照片放上去。这个不够，这个不够。啊、你刚剪，你现在有头发了吧？叫他那个理发师不小心把你那个中间的头发这边缠了一条线出来呀、啊，然后旁边还是有头发的，这边也是空的。对，然后你要在旁边录一下啊，然后突然间。哇啦喂，这个你看这个理发师帮我剪头发，剪了这么一条线。我做直播了吧？不要剪头发，剪飞机场，飞机场又是什么东西？哎，刚刚我跟你讲了，中间一条 line 啊。哎，我没有试过剪这种这样的头发的，就中间剩一条。笑哎，中间空啊，旁边有头发哦。如果我剪三条呢？三条飞机场。哎，穿内裤跑步，等一下，左去萧南亭。OK，Hello，、okay, 家三，晚上好。晚上好。OK， 晚上好，各位。晚上好，哎，唱 KY， 唱 KY， 你的来聊一下咯，哦，跟回我标题，唱 KY 有在吗？再打再一下，直播中标会有什么影响啊？需要注意什么啊？直播中标的可能性会被惩罚，会被惩罚，会惩罚的东西很多很多，可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你整个 base 会被 block 掉，或者就是说突然间把你的 base 关消，让它消失一两个礼拜。一两个礼拜，通常会中的因素很多啊，买人数也会中，很多啊啊，买人数是会中，这个是我知道的，我知道跟你讲，买人数会中哦 ，OK，、哎、买人数会中啊，如果讲太多一些比较歧视的不好的东西会中哦，敏感系列的啊，只要检验到还是有人去举报你啊 ，OK 也是会中哦，还有就是说啊，一直长时间放歌这些也会中哦。也会中咯，因为人家毕竟比如说你放刘德华的歌，可能刘德华有版权的嘛，也是会中哦。因为现在没有像以前这样都是买专辑。对，通常都是灭音啊，他会给你灭掉了，就是说如果有些有开歌的，然后突然间你进来直播，你明明开声音开到最大声了，然后你是看不到有声音的啊，那这就是中版权哦。OK， 中版权哦，所以你常常看到啊，为什么有时人家剪那种短短的那种电影的那些视频出来啊，他会放很多歌，他会放一些背景歌来盖掉那个声音，有原因的，因为如果还没有放背景歌啦，他一定中，他一定中，所以他会放一些背景歌，他会去找一些没有版权的歌，所以比如说那种抖音很 hot 的歌，他们会放进去里面，所以你看那个戏，你会看到下面评论每个人都在骂了 ，OK， 好好的一个片为什么要放歌放到这样吵，我要看戏又不是看歌，可是你不懂那个版主的苦衷 ，OK， 他如果没有放那些歌来讲啦，他基本上啦，他的base被 block 掉，对，版权一定有的啦，跑不掉的。就之前好像说啊、我们做 YouTube 啊，我们做 YouTube 也好，也是中版权的，如果有放歌的，所以很多人就讲说，一直觉得 YouTuber 啊很赚钱啊，其实是被灌输掉，因为讲真的 ，YouTube 啊。你有中版权呢，基本上呢，你是没有收入的。那个收入是归对方的，所以有时只是为了做曝光率啦。真的，有些影片是根本是没有赚钱的，是没有赚钱的。OK， 因为它只要里面你有稍微放到歌就可以了。现在好友哥分享学到了，互相分享啦，因为毕竟大家都了解啦，现在生意又不好做这样。OK， 生意又不好做这样，尤其是看到，因为我蛮去关注一些新平台的，就是一些刚刚上来的新的。其实今年里面我发现到很多小平台啊，就是说刚刚开始做的。然后最近我有看一个女生卖衣服的，还有看到一个男生是卖那个海鲜的，干崩杯还是什么。我有看到很多小平台，其实我反而觉得啦，今年新年过后出来的一些新主播啦，全部都很特别，就是说本身自己已经带出一个魅力，做语言翻歌都要版权，对啊。OK， 二哥看看 OK 姐的包，他走开了，知道，有在看，他去厕所了，所以小心啊。Simon， 你也是做直播的是吧 ？Simon 也是做直播是吧？其实我其实蛮欣赏现在很多新平台的一些的，因为现在新平台啊，
比较人数比较难上嘛，所以很多就会去搞抽奖啊，标准越来越低啊。以前的时候早期做直播啊，分享人数要500啊，要1000才会送礼物啊，这些这样啊。你看现在很多那种新平台出来啊，他们基本上啊要求30个人就送东西，50个人就送东西， OK， 但是也做到很痛苦，也做到很痛苦了。中标应该也会影响曝光率对吧？对，中标也会影响曝光率，会不会影响曝光率？只能讲说啊，现在做直播啊，除非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就说类似我们讲说可以瞬间让你短时间里面就觉得很特色，好像我们所讲的卖鱼哥这样哦，卖鱼哥这样啊，他就瞬间特别啊，很特别，他有自己一套方式，而且本身有自带名气，这样自带名气这样他就会上到比较快。不然来讲就是说，其实做直播因为太多人啊，做直播每个人都做直播，所以现在其实新出来的他们会比较辛苦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的特色啊没有说有很强烈的特色，没有讲说很强烈的特色的话，你很难就是说去快速，只能讲说坚持啦，坚持啦。因为讲真的，现在如果新平台啦，有时要上100个人都很难，有时要上100个人都很难。而且有时Facebook 会去限制，就好像我们这样，我们虽然讲说是4年的平台，你看我们前几天我们也是遇到问题了，我们也是遇到问题，我们一直这样断线，一直这样断线，一直这样断线，结果到最后我们的直播慢慢变到只有100多个人在看，你一直慢慢对你一直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还好今天复活了咯。然后因为刚刚姐姐的直播800多人，接近900人嘛，对，而且才300多个分享，对，300多个分享，接近800-900人啊，所以这些都是做直播的都会面对的问题的，因为有时候就是那个心态的问题，对，可能一直以来我们的直播就是说，好像我们所讲的东西这样，像我们的东西很简单。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段时间，比如说我们比较巅峰的时间的时候，可能我们每一场直播连续2个失败，每天都过1000人了，对我们来讲1000人很够力了的，然后只要700-800个人都很够力了的，都很够力了的，但是突然间他可以把你弄到就是顾客完全不会收到 notification， 或者就是说人家进来按你的直播全部是黑幕的，闪退的，看不到的，分享直播分享不到，对，他突然间，然后你就那时你就要去想，其实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有触犯到什么啊，然后导致到 Facebook 会去惩罚这样啊，这样我们就要是尽量就是说去从这些问题中找出可能 OK 可能那个因素导致到我们被封人数还是什么的，要去想OK， 对对对，我是做直播的，因为你的标题而来，初学者小小平台，在向你多多学习，大家一起学习啦，大家一起学习啦，没有讲跟谁。对，而且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新年过后嘛，很多就是说吹水站啊、广告群啊，啊，基本上就是说不让直播分享进去啊，为什么呢？其实也不能讲说群主好练啊还是不好，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啊，这样做是没有错的，他没有错的。因为为什么啊，有了直播这个东西过后啊，就如我们所讲的啊，以前我们所讲的 KO 吹水站就好， KO 吹水站在直播还没有出的时候，可以讲是一个很疯狂的很 top 的一个 group 来的，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我们可以在那边啊随时随刻看到看得很好笑，对，动不动什么消息都会播在 KO 吹水站。可是在 KO 吹水站呢，在直播出来了过后呢，开始人家把直播分享进去，所以变成你一拉 KO 吹水站的时候，你基本上你看到完整排，你拉很远啊，全部都是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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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不知不觉呢，就变成那些想要看一些特别的东西的人呢，他们就选择不会去看群了，就不会去看群了啊，然后基本上很多群都死掉 ，OK， 很多群都死掉，就是说变成他们突然间发现到，哎，怎么我的群莫名其妙死到百万大群呢？我的群是百万大群呢。他的 database 很强、哦。database 很强嘞，就是说我们打一个比喻，就是说很多导致到的因素，比如说Gayala Hub 啊 ，OK， 百万人数的啊 ，OK， 百万人数的、啊，但是我们讲说百万人数，你18000最起码就多少人？你最起码多少人啊，可是你有时放一个 base 啊，可能就是那个几十个 like， 或者可能你放了一段时间都没有 like， 它不成对比啊，它不成一个对比，就好像我们也是在那边想的，好像我们的 base 我们有20万粉丝，但是你其实不能讲说你 base 有20万粉丝，你又等于你真的有20万粉丝，因为可能很多人已经很久没有去看了，早期的时候可能已经 like，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 active 了，对，他可能他不 active 表的，所以哦，就是说最主要就是说讲得对，Danny讲得对啊，互动啊，
互动啊，这个东西很重要。互动啊，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可以把所有20万粉丝都留下来的。对我们来讲，你有办法留一个1%都已经很厉害了。对，都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不要一直去想啊人数啊，还有就是说，有些东西可能导致到这个直播变成一个反效果，就可能很多人叫分享3次啊、5次啊、10次啊，这样来分享啊，导致到难听一点来讲，分分钟你自己的朋友，如果你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你常常为了抽奖，你一次一个直播分享10次，分享5次，其实我们讲说原理是很简单的啦，就是说为什么要分享3次、分享5次呢？所以你分享5次，一次他也是看到，你分享2次他也是看到，5次也是看到，因为看来看去也是看到你了。哦，是那个直播。对吗？为不没有必要就是说去分享这样多次。但是他不想要点进来，就是没有办法了嘛。对，不是老前辈说网麦很肯定很快关闭，对。所以Simon只能说这样多啦，因为我也明白那种痛苦，我也明白那种痛苦。OK， 因为我们刚刚经营的新的贝沙肖郎那个贝沙也是很摸的，因为你去想看我们 Olegaki 有20万粉丝 ，Olegaki 有20万粉丝，这样我如果要把 Olegaki 的粉丝搬过去肖郎，我不要讲说要100%，我只要10%，这样最起码我肖郎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上两万个 like 2万个 follower？ 但是没有啊，到今天才5000个 follower， 你必须要时间去经营，一步一脚印哦，踏踏实实稳稳这样子打上来是最。真的最稳固的，最稳固了。如果你一下子依靠现在我们来改定位，也不能了。对啦，朋友都堵了啊，这个是真的。然后你朋友一定鸟你了，你做什么东西哦？同一个直播分享要10次5次。喂，我知道你要抽奖，刚刚看都是那个直播台。啊，然后如果刚好哦，那个东西哦，那个直播哦，又是你的朋友不喜欢的啦，他偷偷在那边拉黑你，你也不知道。block 掉了。OK， 所以这里就分享一次就好。棒棒，其实很早我就叫分享一次了啦。进来看直播，大家也成为朋友，对，哦，所以不能去想我们啦，就是讲说你多少人，你也是想要去做，除非是说太少，100多个人也是人啊。OK， 那现在直播有100多个人也不错了啊，蛮不错的。今天政府给什么呢？就那1000沙拉万加500给开店，给我们1000哦，这么我不知道的。这样的东西每次给朋友讲是吗？福威给朋友讲是吗？可是如果讲你们分享了的话哦，你们可以把这个直播的分享删除掉，在你的个人主页里面。对，其实 Simon， 你是在直播，你一开始做你是怎样？你是有送奖品那些是吗？抽奖啊，送奖那些是吗？很多送抽奖的啊，送到崩溃。因为你又要出，因为现在啊 ，Facebook 有专业那种抽奖团的，抽奖集团的，抽奖集团，你懂是什么吗？就是他们拿一 game 啊，每一场有抽奖的直播，他们就会打个微信上去，哎，来了抽奖了，快点进去，整 game 都是朋友来的。我们中过，真的是中过，而且他们一个人啊有10多20个，很多个，10多20个 Facebook 号啊，因为可能他小号分享过，还被 block 掉一段时间不能分享啊。啊，一个人10多个号了，那种哎，他们就会每天在那边关注啊。你不跟他们抢了啦？你不跟他们抢了啦？啊，他们很专业了。很专业了，他们直接用电脑 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我跟你们讲，那我们中过一次。真的，所以很多粉丝啊，可能我们超级粉丝有问我们，哎，这波打刚抽奖啊，抽不到我们的。其实不是我们不想要让你们抽，我们也尽量哦，就是去想一个比较哦公平的抽奖，对吗？所以我们就宁愿就是说尽量少办抽奖。价钱优惠一点更实际。对，那我抽奖可能只有一个人爽，我价钱优惠全部人都爽，全部人都可以爽，对吧？价钱优惠，所以我很少分享直播，朋友有说过我啊，正常啦，正常啦。所以其实有遇到这样的就问一下咯，这么要分享3次，要分享5次，要分享1次都看到了，分享2次都看到了，最重要我有分享就可以了，我名字上面有分享者就可以了，有share了就可以了，有分享者就可以了。对啊，你看啾啾酷啊，讲好像多句话，他也是没有分享啊。啾啾酷，晚上好，老粉鸡，我每天到这个时间眼睛就会痛了。怎么了？因为要睡觉了的时候啊，眼睛就会痛。对哦，我这是对。抽奖骗人的啦，自己人啦，套路深。也不能讲。海地坑，海地坑是什么意思哦？请给唠。什么叫套路深海地坑？什么叫套路深海地坑？海地坑是啥？哎，要睡觉。
我没有抽奖，靠实力，但是实力不允许。OK， 小有小措施啊，慢慢做上来了。好的产品不必靠分享，主要靠客户的嘴巴，嘴巴打广告也是对啦。但是依然是一样啦，我们做直播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少少帮我们分享一次，帮我们分享一次，这样一次那个曝光率就会增加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会遇到 Facebook 这个问题啊，不会想 notification。他不会想 notification，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问题啊，每次都会有 notification 来讲啊， OK， 这样很漂亮好了，我跟你讲。哎，不是啦，你一直对电话那么久，没有啊，我没有一直对电话，没有，我每次到这个时间都会这样，我在家也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啊。你要知道福威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了嘞，不要这样，他们早早就起来在，我每天睡觉睡五个小时罢了的、啊、睡五个小时吧，五个小时咩？肯定啊，你看我回到家十二点，我弄一些东西摸到来了，一定摸的啦，冲个凉啊，大个便啊，弄到来啊，衣服洗一下这样啊，一定是一点睡的。一点睡，五点起来。啊、六点啊，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五个小时咯。五个小时。啊，五个小时咯，五个小时起来。我今天本来就想说哦，有想要很累的，然后我起来的时候很累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我去了哦。啊，叫表妹自己开直播就好，我回家睡觉。结果我载我孩子去学校过后哦，我精神气哦，因为你已经起来做事情了吗？你的那个身体已经开始 active 了。对，然后就不能去睡哦。但是每次到下午啊，够力就很眼睡哦。下午啊，只要晒到太阳啊，就是我每天，因为我中午去接我孩子嘛。OK， 面书要你打广告钱 ，Facebook 也要，面书要你打广告钱 ，Facebook 也要。也要赚钱的、啊，像面书的广告是偶尔有打一下啦，偶尔有打一下这样啦，不是时常啦，不是时常啦，偶尔啦。羊皮出在羊身上啊，世上没有百事的，百事的小月，就看有一些必须呀、啊，好像什么啊，有也是有打的，就好像新年歌这样啊，我们那新年 MV 啊，可能我们会花一个五千块下去啊，去 boost 那个 post 这样啊。这个 MV 真的是每一个部门，包括摄影部门哦，真的是很用心去做的一个。其实我想问看看，这么分享的不会出现分享责任制，其实这个东西呢是不会发生的，没有公开分享，你只是没有先公开罢了，因为很多人习惯哦，很多人习惯就是写朋友罢了，或者是直接 message 去给对方。现在开这个直播，他都不会出现分享者。还有一种就是你分享去吹水站，你分享去广告群，你以为这样就叫分享啊？其实错了，要版主 approve， 版主没有 approve，OK，、okay, 他没有批准你这个帖，你就是没有分享到的，因为他一定是在后面那边，然后版主看到他可能他不要按打勾，直播我不要，他没有按打勾，这样你就不算分享了。他没有 approve， 你也是没有用的。对，所以最容易的东西，你要你的名字上面有分享者，其实很简单罢了的，不难，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你们就明白。对，公开分享啦，一次就可以了。那很简单的，我跟你们讲啦，注意看。你这里每个人都是问题在这边罢了，你按了这个分享啊，你一定要选择公开的，因为很多人他选择是可能是好友啊，可能是好友除了啊，可能是指定好友啊 ，OK， 或者啊选仅限自己啊 ，OK 自己啊 ，OK 啦，仅限自己啊这样的问题，你一定要选择公开，你要选择公开 ，OK 来，然后按完成，完成了哦，你按第一个分享。OK， 这样他就会公开分享。然后比如说你分享去小组 ，OK， 你分享去小组对不对？你要那个组哦，要有 approve 你，你明白吗？他没有 approve 你啊，你是进不到的，明白吗？他没有 approve 啊，你一样是没有分享者的。以前我不会选公开的。你现在试看哪、啊？你看你都 top 分加一了吗 ？top 分加一就是有分享哦，就是有公开分享到。对，可是我已经选择公开分享，你公开分享在你个人主页还是什么？有这其实很简单的啦，你现在啊，现在你讲你有分享啊，对不对？来，很简单的，其实你的主页看了哦，如果我们看不到啊没有他自己看了肯定看得到的，因为他进线自己。我们看哪，我这边看到了咯，这边有。那很简单的，来悠这，那现在我开你的主页啊，看到吗？你没有分享到啊，我们的帖子看到吗？我们看你的主页，你没有分享到啊，没有我们的帖子，没有我们的帖子，所以一定没有分享者咯。哦，因为你没有公开分享嘛，你有公开分享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哦，一定会有的。
我的主页是全部人分享都不会出现分享者的，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啊，你现在你分享一次看，你分享我们直播，你公开分享看，用我该教你的东西你分享看，然后你再打字。小姨也是分享了啊，没有啊？哦，那小姨也是一样啊，马上可以看到了，马上可以看到的，你看到吗？我按进去你的主页，没有看到我们呢、啊，我按进去你的主页了，这个是你的主页吗？对不对？你看，没有看到啊，看吗？你都没有分享到。你没有分享到啊，你现在才有分享，来我拉一下啊，现在有公开分享，有刷新啊，你在留言你的分享者就会出来了，对，哦，一般分享一小时有时候没有，对，小组呢版主没有 approve 没有批准不会出现分享者，对，就不会出现分享者，明白吗？你分享去群组有可能是不会有分享者的，因为为什么版主没有 approve，版主没有 approve， 你分公开分享在你自己个人主页肯定会有分享者， OK， 肯定会有分享者的，你明白吗？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我常常讲的，你不要分享去你去群组，不要分享去吹水站，你分享在你个人主页保证有啊。小鱼有了咯，有了，来，我眼看手不按，按了手指，手指痛，这样你要去看医生哦，请给老，真的你要去看一下医生啊，如果对，如果你按哦，你按了哦，你都手指会痛的话，你真的要去看医生了。对，你真的是要看去看医生了，因为你是我第一个听到按电话手会痛的，蛮严重的。OK， 蛮严重了的。真的要看医生。Okay, 找那些不用 approve 的组，对，找那些不用 approve 的组啦。public 的啦。public 的啦，你好像 KOL 吹水站这些，他 admin 要 approve 你才有分享了。然后有一些发声吹水站这些要 approve 了。群规呀、啊。有群规的，有群规的。一大堆呀、啊。OK， 有群规的。来，晚上好啊！哎 ，Hello， 童华一，周末你在下雨天游水啊？下雨天游水。对，我是觉得啦，如果这种手指痛的问题啦，你去看那个中医会比较好。对。因为这种可能关系到你的关节炎。淋巴。关节炎啊，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的神经啊退化了。神经退化者，哎，不是啊，神经退化手不会痛啊。淋巴阻碍阻塞治疗咯。啊，淋巴阻塞，淋巴阻塞就按电话手会痛是吧？可能他麻痹啊。啊，对，可能你麻痹的问题，那个血管啊，血管的问题。下肢哦。去看中医，中医。那虎牙每次讲的，痛则不痛。OK。痛则不痛。对。痛则不痛。苏尊哥，你其实你错了，你错了。就好像现在很多新来的，其实跟你讲一样东西，苏正哥，我讲一个很公道的东西，很简单的，为什么要你们分享 ？OK， 为什么要你们分享啊？来，我讲一个很公道的，因为你们长期有跟我们买东西都知道，我们的价钱呢一般上都会很低，很低很低。那打个比喻，我一样东西可能我赚十块钱，可能我赚十五块，可能我赚二十块，所以分享我们就有人数，人数就很多。人数多呢，我们才有办法就是去做薄利多销。对，就说比如我今天我来一个新产品，我来一个新产品，整条滚链的。OK， 如果我说今天的东西呢，就是说我卖一百个，一百我是要赚100%的，这样人数少不重要，人数少不重要啊，就说有一百个人看不用紧啊，因为我卖一样东西，一百个人看利润高了、啊，有二十个人买就好了。对，二十个人买就好了，二十个人买来讲是吧？我一个东西我赚100块呢，我就已经赚2000块了嘛。对，这样没有问题吧？这样人数对我们不重要，没有影响。这样当我今天呢、啊，我用10块钱呢、啊，我赚10块、20块的时候，你们的分享哦，对我们来讲就很重要了。对，为什么？因为我就希望我一场直播可能我有500个人、800个人，这样我也可以卖80个人，我才能办法去赚。因为首先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们算一下，我算一个人的薪水啦，我们公司一个人的薪水2000块就好了啦。平均。我们公司有53个人。存一下。我们公司有53个人。OK， 所以其实真的分享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做薄利多销，然后你们又不分享，我又没有人数，我天天只有100人罢了。这样 online 给我也可以很老实跟你讲，两个月最多倒闭，一定100%倒闭，100%倒闭，真的。OK，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我真的不是吓你们的。我真的不是吓你们的 ，OK， 真的不是吓你们的，真的。如果就是说我们的人数啦，好像持续这几天这样一直这样断线，一直这样断线这样啊，我跟你讲啊，一直这样断线，一直这样断线这样啊，然后做不到业绩啊 ，OK， 然后每天那个下单率才又很低啊，完全没有人，全部人因为卡啦，
如果以这两天的人数来讲啦，这样的业绩啦，两个月我来个去肯定关，必死无疑，必死无疑，必死无疑。除非你们是想要我们倒闭啊，这样没有话讲哦，没有话讲哦，因为我们已经尽量就是说做到啊，我们也没有叫你们分享三次啊，也没有叫你们分享五次啊，我们就很随意讲分享一次啊 ，OK， 分享一次罢了。那这样还没有分享，也是什么了？也是什么了？很险。心塞。对。晚上好 ，Thomas Tan。晚上好。OK， 所以这样讲可以体谅我们嘛？可以打可以一下，可以打可以一下。其实我跟你们讲啊，你们不要这样啊。OK， 不要这样啊，很简单的，你分享我们的直播，我们关播了，其实你们可以死，真的可以删掉，可以死掉直播，百千以上还不包括水电费，对 ，Dennis Lee，OK，、okay, 对，还有租金哎，还有一大堆拉拉杂杂的东西呢，哦，在家买哪里？然后你还要承担一些东西，就是可能我们寄货啊，有些东西被丢坏掉啊，基本上丢坏一粒啦，我们赔了一粒啦，就证明啊，我们是多赚钱，我们的五六单没有赚钱的，五六单没有多赚钱的 ，OK。来，就幸好我们只要我们分享一次，是啊，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只要我们分享一次，还是不分享，所以有时啊，很无奈啊，很无奈啊，就是说在想，要怎样呢 ？OK， 53个员工啊，要请人啊，目前该补的都补了啦。我的人数直播加买，我才有4个人。Simon Lim 加油，我也曾经这样来的。坚持。我也曾经这样来过的。你还有四个人呢、欸，你还有四个人呢、欸。我试过了，我人数就是一个人，而且那一个人就是我自己。那一个人就是我自己。然后呢，我还讲了一个小时，我还讲了一个小时 ，Simon Lim， 我还讲了一个小时。哎，我们支持你们的工作室，看你们直播，谢谢你，Fuwei。今天只有你们两个人，接下来都会我们是两个人。哎。可以啊，福利 support 有人在 ，OK， 坚持啦！我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啊，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他也试过一个人，他也试过一个人，所以我们是从魔鬼中的地狱般训练的，因为我们那时的光头哥 training 我们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要去给我看人数，我也不理卖到多少，即使只有一个人看你，你也要给我们讲一个小时，讲够他一个小时，你要讲够一个小时，你自己想办法，你自己去坚持。啊，没有一个小时你不要给我关播。对，没有一个小时不可以关播。OK， 然后那时就有很多个，就是我们刚刚做嘛，没有人嘛，就会有很多人找我们的啊，我要问我们要不要买人数啊，啊，买人数，买什么啊？炒场啊，那时其实有一点心动的，但是想一下，如果我今天因为买人数啦，比如讲说我买500个人好不好？但是我整场直播只有505个人，这样我觉得我自己会更加没有力气做。因为你500扣掉那个5，因为你500扣掉那个5，很明显我知道就只有5个人在看嘛，还是一样的，还是一样的。我进那些直播只要分享就要54了，我跑快，对，04嘛一样，分享就像打广告，对，来，不可以，要降麦，看看。你们是从少林十八罗汉打出来，是啊，十八罗汉的，真的。所以讲说啊，我们很庆幸啊，我们当时选择就是坚持啦，坚持死都不要去买人数，死都不要去买人数，死都不要去买人数，才有今天的我们。OK， 大哥，你很像台湾的诺诺，很多人都讲我像台湾的诺诺，其实我那里像诺诺，有一点哎，他这样讲啊，过去有一点哎，我那里像诺诺，我其实那里像诺诺，有一点哎，那个头型啊，那个。等等，那个 Nono 比我肥嘞，Nono 比我肥耶，OK，Nono 比我肥嘞，不要玩嘞，我比 Nono 瘦嘞，OK， 小便的时候很像，这个我赞成，啊，这个我赞成，小便的时候是像了，因为我是站着小便的，除非他是坐着小便，啊，除非他是蹲着小便的，我不知道啦 ，OK， 我是站着小便的，所以基本上啊。我跟刘德华也很像，我跟陈奕迅也很像，我跟谢霆锋也很像，小便的时候像 ，OK， 是咯，有点像，哪里像哦？像哦，他讲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讲啊？过后哦，真的是很像哦，这么鬼啊！哎，你们谁要看年轻的时候的我？要看的打加一，要看的打加一，谁要看年轻时候的我？年轻的好友哥，这个就像诺诺啊，算了算了，要不要看年轻时候的我？这个有点像诺诺的年轻版，好友的年轻版啊，这个。
那天一个顾客发这个照片给我啊，笑死我，笑死我，哎呀，啊，给你们看啊，哎呀，哈哈哈看到了，啊，我是笑到北大汗哦，在我直播里面，哟，真的是北大汗哦。哎呦，这么全部笑到这样，这么全部笑到这样，打了没白真不能糟糕。你不给我年轻的时候没有3000公里啊？哟，哎，其实那个不是我来的，只是有一天啊，在我的直播啊，有一个粉丝send照片，send这张照片过来是吧？他是在我直播间帮我 edit 了一个照片，很漂亮。我讲哦，师妹，这里发来看看哦。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虎牙，第三个是你，第三个的时候没有啦。这个是我们一个粉丝啊，帮我 edit 出来的，帮我 edit 这个样子出来的。喂，我看到哦，哇，这么跟我 edit 到整个好像欧巴这样啊，欧巴 style。对，来 ，Katy 你有直播不好做，只能叫 Bill 发。不用发言，其实我不懂为什么你们很针对这个东西啊。其实我讲简单一点的话啦，我今天我开什么车，我买什么屋子啊，我也是自己努力坚持来的，我又不是去抢去偷，对，都是自己的血汗钱啊。对啊，都是自己的血汗头，我又没有讲说去跟谁借钱啊，我也是靠自己，我也是要还银行钱啊，我也是要跟银行借钱啊。OK，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就讲哦，我们赚啊，好赚啊这些啊，所以哦，很多时候呢，众人的想法呢，就是说你永远会去想别人很好赚，而且不想就是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东西。OK， 来看你们直播很开心的，是啊。OK。是，我之前一直很低调，不要去讲啊。今天你们讲到了，我就讲一下，是啊，我是专门发热的啊，但是我辛苦了四年啊，而且我有血有泪耶。对啊，而且我这辆车我不是 cash money 买的，我也是要还银行钱的，我每个月也是要还的，每个月也是要去想办法的。OK， 因为我觉得一样东西就是说，我这边发热我买了，我比较简单的东西是因为我可以载我的摄影器材啊。OK， 我拍下来拍照，我方便载很多人啊。OK， 为了团队而买的，为了团队而买的，因为谁看过我的车呢，都会骂我的啊。Stanley Dan 没有来 ，Stanley Dan 没有来 ，Stanley Dan 哦，因为这辆车是他介绍他的朋友啊，介绍他的朋友卖给我的。OK， 是我一个粉丝来的。OK，、哦、他介绍了。对对，他介绍的啊，粉丝啊，他介绍我去跟他买，然后我刚好看到这辆车美，价钱又 OK， 然后我就买下来。结果啊，过后他来面交的时候啊，看到我的车啊，捉我来骂。他讲哦，你到底啊，你买一辆这样好的车，怎么你整辆车好像垃圾一样？你为了啥？你整辆车你买到好像垃圾这样，这辆车没有去炸，没有洗车，没有照顾了，我跟你讲。没有照顾，我跟你讲，我车上啊，我儿子的玩具整在车上，乱丢了啊。然后我很多垃圾的啦，啊、我很多垃圾在啊，我让我车拿来载货的。OK， 我车拿来载货的，所以你问我啊，车重不重要？我跟你讲说，车很重要，它至少可以帮我载东西。OK， 他至少可以帮我载东西，就是这样简单。好久没有看到关龙哥，好吧，还好，他在。可以。他每一年一定生一个大病了。首先，先问问自己付出代价是多大，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对，我可以讲说这个代价不简单。这代价就是说呢 ，OK， 白头发多了很多，每天只可以吹5个小时，有时可能3个小时都不到。对。OK， 大家可能觉得就是说直播很简单，就是开一个电话做一下直播。有一个手机，一个产品，哦，可以开直播。开直播了。但是你知道啊，人家讲啊，台前一分钟啊，哎，台前3分钟啊 ，OK， 台下十年功。我们做这一行。我们要做的东西很多，当我们没有看直播的时候，我们是到处去看人家直播。当我们新产品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试这个新产品，要去试验它，要去学它，要去用它，不然我们将来教你们。当我们的直播开始没有人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开会，去想办法，就说到底什么问题导致到没有人是看我们的直播。OK， 很多东西要做了，好。
follow up 顾客啦，顾客有问题要怎样去安抚啦，服务啊，对，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做的是 hit and run， 我卖了你，我什么都不负责，不用紧，这样这个钱真的很好赚，后续工作就不用做这样多了，对，后续工作真的比较多，对吧，真的就是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了，真的，你要去努力，真的也有付出代价先才可以，真的真的，但是因为今天你不可以去歧视一个人，就是说今天你身边如果干扰你有朋友啊，赚钱有办法赚一个一万啊，有办法赚一个两万啊，但是他不又不是没有偷没有抢啊，没有做犯法事情啦、啊，啊，然后我们通常我们的那性格就会去酸啊，可能就会跟他讲说，哎呀你就好啦，喝水了咯，喝水咯，随随便便，加大车哦，对啊，随随便便啊，就一个月几万块 啊，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就好咯，你就好咯，可是。没有啊，可是你要想一样东西，可能你在打这王者荣耀，你在沉迷着在那边打两三个小时王者荣耀的时候，为了那个排位的时候啊，他在那边是努力了很久，对 ，OK， 可能你在那边啊看电视机追 TVB 的时候啊，他连那些时间都没有，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电视机去了、啊，对他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电视机在哪里，他花了很多了 ，OK， 来8633我们公司的车牌，坐到好像牛这样，没有人看到驾大车就说很有钱，对啊，来，你那六有看到你啊？对，所以真的不要只看表面，真的不要只看表面，真的是不是要讲我们做工几辛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辛苦，每个人都有辛苦，至少我们不是去不劳而获，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买到自己想要的。开直播真的很压力，早期可以讲说没有压力，这一年多以来会很大的压力，对，竞争开始大了，竞争大了，精神大了，对于我还是投资嘛，我各有各的想法。月入过万不是梦，很多其实很多行业都可以月入过万的啦，我讲真的，百八三马拉米一个月都可能赚一万，一个月都可以赚一万块的，不懂完了，做百八三马拉米一个月也是可以做一万块的，你那里知道他是不是，对，但是你难道你要讲他赚一万块不辛苦吗？辛苦啊，人家起早可能5点多就要起来，凌晨就要去那边摆摊卖，摆到中午12点，喊到半死，晒着太阳，他收档了可能回去下午睡个午觉，睡好了还起来打点货，还要起来打点货啊，算货啦，补货啦， OK，每一个工作都有辛苦的啦，对，每一个工作都有辛苦的啦，有哪一个工作啊又不辛苦啊，脚摇摇一下又有万多块的啊，那些也是因为早期聘来的，那种叫快钱，对，千万不要一直去嫉妒人家， OK， 不要去嫉妒人家，人家辛苦的时候啊你不知道了，对， OK， 有 PM 过万没问题，有 PM 过万没问题，7633昨晚开三奖，哦，我们是8633，8633不是7633，对啊 ，OK， 所以刚才那位讲我的朋友不是去恶意重伤你啊，我是给你知道 ，OK， 我知道你开玩笑，我也是开玩笑，只是说，大家来聊一下，因为很多啊，很多啊，而且人太现实了，人太现实了，算是一个人性，对，算是一个人性，算是一个人性，当然不要去选择去憎恨人家，不要去选择去憎恨人家，其实有时候啊。做好自己的东西啊，你自然而然就会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啊收身点点，对，那、啊、现在没有那么容易了，除非是卖猪肉 PM 巴萨，有哪一个东西容易的 OK 问到创业，有哪一个东西容易的，创业容易守业难，创业容易守业难，现在做部长最容易，工钱高又不用，又不用做部长的工钱好像没有很高啊了，不懂啊，他们打上来是高啦，但是那个消息是谁打出来又不知道，对，因为我之前看过部长的薪水好像是8000块，部长薪水是8000块，不止啊，那个消息打要看啊，其实讲真的有些部长啊他的薪水啊他会拨款给他的那个地区的、啊、看人啊看人而定啊，开心就好，对啊，世上没有不劳而获，对，讲人家好赚自己去做过饭，好有蓝色果还有吗，那个在做着法律程序啊， OK， 你放心，我会开直播来再讲解，之后再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已经回信给对方了的，对方现在还没有回信，你举一下、对方现在还没有回信， OK， 还没有回信，我们给他一点时间，我们给他一点时间，人家进医院动手术啊，动手术啊，你有看到没，我们给他一点时间回信啊，
OK， 所以先让你耐心等待一下，放心，这个事情我肯定会开直播来解释的，我肯定会开直播来解释的。OK， 事情都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不要你讲，其实我自己心里已经吃不下那口气了，我也很想开出来讲，但是我们的历史给我们的劝告是，在法理程序的时候不要去讲任何东西，要跟着那个咯，要跟着那个次序去走，跟着那个次序，不然我很想讲这个东西，不要讲你们想听，我都很想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很想跟你们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受了委屈，一定要讲。我委屈啊，一定要讲。我有苦。哎呀，我这边的烤面跟你那边的烤面不一样。OK， 我也想要去吃饭了。OK， 晚安啦、啊。福恩，来，我们讲了几久啊？一个小时好啦。哦，一个小时啊，不知不觉。来，所以大家，我们也要关播了啦。OK， 来说爱心上来，说爱心上来啊。OK。你那里很潮呢。不但有潮，当然啦，我们在室外啊。室外。可以。我那里叫停电，我会。哦。OK， 明白了。哦，对。啊，小编打这个上来，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对，记得啊，我们今天 online game mall 的门市啊，目前我们内部里面店里面呢，你是没有办法进去，因为包括了除了 SOP 我们必须要严守遵守以外，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一个面交的服务更加提升，把我们的系统提升到更好给你们，所以我们呢目前里面店里面是不能进去参观的，你们要来拿货是可以啦，但是就是你来拿你给我你的资料，然后给了钱拿了货你就得走人了，当然你想要看产品可以，你跟我们的面交客服讲，他会拿出来给你看，只是真的没有办法让你们进去店里面先。 OK， 所以希望哦，平时有来面交朋友们，你们可以多多谅解啊，啊，不然我的小姐姐他们呢有时候委屈啊，啊，因为我们没有开放店面里面，所以导致到可能你们来到，哎，就是你又讲有面交，怎么不给我进去看哦？导致到可能你们也是有心理不愉快，所以真的希望你们能够谅解、体谅我们的小姐姐们啊，就是这样子啊。还有客服哦，半夜是有，但是不要打电话给他们了，起来小便了。对啊，所以大家拜拜，拜拜。如果我没开票，你有你。